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头条。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您打开哪个平台，看到《何以笙箫默》这部电视连续剧，可能呢和强吻两个字都分不开。钟汉良的吻技绝对了得呀，各种吻。实际上啊，这个吻技比钟汉良好的男星不止钟汉良一个。哇，这像绕口令一样啊！现在你看，拼演技、拼颜值，连吻技也成为了一种技能。像金秀贤啊、李敏镐啊，绝对个个吻起来让你热血沸腾。马上我们一起来沸腾一下。接吻技术哪家强？不老男神钟汉良，阴险推倒哪家强？何以爱情钟汉良啊！话说这吻技啊，小姑我也看了不老少了，但能吻出这样的新境界，吻得全民皆知，吻得天天上热搜的小姑我还是头一回见呢。颜好身材佳，能掏腰包，吻技好，那炽烈燃烧的雄性荷尔蒙，不知把多少妹子看的是神魂颠倒啊！说到头啊，吻技究竟哪家强？你自个儿看吧。激烈程度两颗星，代表人物谢霆锋、张翰、李易峰。要说这吻戏的第一重境界，就是既要强调感情的到位，还要兼顾美感。吻得漂亮很重要。在电影《一生一世》当中，小谢和高圆圆的这段初吻可是各种角度、各种逆光，活脱脱个人写真的规格呀。接下来张翰在《姗姗来了》和《剩女的代价》中的表现嘛，小库我以为是最实用的，妹子们不妨跟戏中女主角学两招。那祝你新年快乐。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你要快点来跟那个女生告白。不过就是说你喜欢他嘛，有什么了不起？吻的美，吻的实用，还要选对地方吻。在很多影视剧中，电梯就是男女主角发生浪漫一吻的绝佳地点。接下来就请万人迷李易峰为你示范。激烈程度三星半，代表人物李敏镐、金秀贤、陈伟霆。감히니까지게나천하의폭포를가져뭐하는거야给我一个吻呀，可以不会吻在我的心上，让我这经典的一幕你是否还记得？没错，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可都是把强吻技术发挥到极致的男星们。就说咱李敏镐欧巴吧，不管是鞠俊表还是金叹，强吻你没商量。这样的话눈치다챘다니까하지말라고했다有敏镐吻的凶，教授也没悠着呀。金秀贤强吻全智贤，这沙发之吻可还行。이렇게세게때리면어떡해너오늘두고봐내가아주너딥키스해버릴거야아주오늘기절좀제대로해봐응응응응这手臂健硕的人儿你还认得出吗？此男就是咱大西轰陈伟霆。吻到这个份上，小库我也真是要躲到墙角脸红去了。激烈程度五颗星，代表人物冯绍峰、霍建华、刘恺威。如果说强吻就让你面红心跳，那接下来的虐吻，鱿鱼们请扶好你的左胸。冯绍峰三吻杨幂，家人逼退墙角。对什么？你是我的人。我不是啊。早晚会是。我不是。再说一遍。我不。不是。
知道该怎么治你了。霍建华力压唐嫣，女神疯狂捶胸。可是压死他最硬，对付你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刘恺威狼吻颖儿，女方唇角挂彩。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心感激，我一样感谢你，我一样心感激。小库，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呀，吻戏吻成这样了，没算工伤吗？所以说呀，吻了一轮之后啊，到底哪位男神的吻技更胜一筹？周末两天好好想想啊，小库等你答案哦。又酷悬一乐，好替男神的另一半担忧。整理报道。2015年开年巨献，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每周五晚优酷独播。